嗨，大家好！大家第一次看见我穿这个小马甲是吧？这是刚收到快递，哎，正好我给大家呢分享这期视频，我就穿上了。哎呀，穿上以后前心后背呀都特别的暖和，特别高兴哈！今天是我们2023年的最后一天，跟大家分享这期视频，也源自于哈一个粉丝给我的留言。这位粉丝哈是叫蓉姐。他给我的留言是这样说的：“他说，恩娜姨，我92岁的老妈妈，长期的啊，就是去厕所那个大号不痛快，有时4、5天呢才去一次，而且，哎呀，老妈妈太难受了，还得用开塞露。我看你视频总分享这个菊粉嘛，是吧？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菊粉。他说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那么大岁数了哈，还管用不管用，喝这个菊粉。”当时他说还给问过我哈，我说应该没问题，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啊。他说我呢就给老妈妈下了一单，买了一单菊粉，给老妈妈喝了哈。13天的时候，老妈妈就，哎呀，就别提多痛快了。老妈妈说的，哎呀，这么多年也没有过这样的时候，现在就能做到每天去厕所一次，就是那份喜悦哈。就是从他的文字里，我都能读懂。他老妈还让蓉姐哈向我哈表示感谢。你说这个这么高兴的事儿，我能不跟大家说吗？是不是啊？跟大家今天分享这期视频呢，也是想跟大家说，我2023年这一年来，我感觉做自媒体最大的成就，就是我分享了这款菊粉，帮助了啊。各个年龄段的，你想3岁以上的，然后到90多岁的，这个这么大一个幅度的人群中哈，就是有那个大号不痛快的，哎呀，喝我们这个菊粉嘛，现在喝完以后都去厕所，那真叫一个痛快呀！我也收到了不计其数的感谢，其实真的，我感觉这份感谢就是我的荣誉，也是我的一年来辛苦付出的一个回报。我们马上就要迎来2024年了啊！我也希望更多哈，就像92岁老妈妈那种情况的啊，去厕所大号费劲的，能够知道认识我们这款菊粉啊！希望这期视频让更多的啊，去厕所大号费劲、那大号困难的这样的粉丝朋友们，哎，能看到这期视频，也希望看到这期视频的姐姐们啊，能把这个视频哎转发出去。还是那句话，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我把它的购买链接就挂在视频下方，也放在我的橱窗里边，方便需要的朋友们去购买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